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忠 ，Welcome to my channel。现在我在西区 Shakespeare Avenue 看 Misérables 的 stage concert。今天观看的这一场压让的扮演者是 John Owen-Jones， 然后沙威的扮演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Michael Ball。 这是我第一次看 John Owen-Jones 在这一次 stage concert 上的演出，对此非常的期待。下半场演出，刚刚看完演出，然后现在在敦伦，然后 JOJ 已经出来了，我非常的激动，然后见到他非常的开心。哇塞，心情真快进了。下一期视频会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 recap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